老铁们，一百人路过，有一人给我双击，我就知足了，嘎嘣脆。撸个串儿，撸不完不要双击啊，双击就打老妹的脸啊。给个双，茶串来了。尝的，炸鲜奶，没有红豆哎。麻辣小海螺，今天做个麻辣小咖，一口闷啊，小的苦胆也能吃。巧克力棒棒糖，这个黑色的。继续吃起，红糖糍粑，有没有喜欢吃这个的？蘸点红糖，妈呀，这红糖还拉丝呢。好吃的很，这个是芝士焗饭，感觉特别好看。有食欲吗？来不及，辣死！教务站一个公证人员都没有，无人吗？啊，到这儿也是不长，无人上班。大哥，教务站在美国。啊，30年前就有了。你这现在中国是不是？他头一个，他一整那个叫大草莓，大草莓，比鸡蛋还大呢。给我10个身体好不好？吃火鸡面，一人一包的火鸡面。双击666。继续这个弹珠汤啊，这样把它弄一弄，把这个水往下晃一晃，好，就是吃的比较费劲。昨天用手跟你们说声抱歉，开的手疼了，今天给你们用手药。看，如果我现在给打开了，然后要关注我下视频给你们开吃啊。开，关注我，一定要关注。鱼子酱，然后什么？刚才没吃到。恐怖恐怖，活的。喜欢的双击啊，不喜欢。
麻糖。你们绝对没这么吃过。知道这是啥吗？我是拿它来做喝的用的。虽然不能多吃，猜猜。这个是精品椰奶盟，里面就是这些东西。因为之前他说那个不能补，不让补，但是后来我40000块钱货也卖的差不多了，就只能补了。空鞋小鞋啊，四条美人鱼，嗯，哎呀，好，还有，终于来吃这个了。这个叫什么芝麻薯？鸡翅土豆粉，我想问大家一个事儿，我已经到了法定年纪了，我要是民政局登记的话，老公是我自己带呀，还是国家给发呀？此视频要能收到500个小红心，老妹就满足睡不着觉了哈！酱爆大鸡排，来，不够味啊！来个劲爆的，呦呦呦！教程已发，猪肉辣酱，老香了，嗯，老香了。接着造，
毛爷爷呀，祝你生日快乐，你要保佑给我双击评论的老铁们发大财啊。好嘞。嗯，甜的啊。自己做的炸串。马上直播啊。哎呦，超级好吃。五花肉感觉有食欲，就给个双击关注。杂果凉粉，这个是凉粉。这是芒果，这是木瓜，抹茶的甜筒，像不像粑粑？我发现一个事儿，它就可以脱下来，哎，这次脱的不好。大家好，第三个作品啊，我来收割一下小爱心，不会双击的往我的额头上猛点两下。就是这里啊，我给大家推个草蜜啊，看一下有没有食欲，吃一口啊。双击，小红帽，咋说呢？这是我吃过最垃圾的两个包，不难吃，跟上次吃的没法比。制作草莓巧克力，准备材料。草莓大个的，还有这个小竹签，一会儿要把它插在草莓上，还有这个融化桶是融化巧克力的，放着就行啊。还有各种颜色的巧克力，双击加关注，下一步教你们怎么做。今天做的鸡翅啊，哎，以前从来都不吃肉啊，因为怕胖。真的好香啊。卤肉饭套餐，还有咖喱。